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值得庆祝的一天。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在头号黑手党领袖马泰奥·梅西纳·德纳罗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抵达西西里岛。面对媒体，他强调了此次抓捕的重要性。本周一，在逃亡30年后，意大利头号黑手党领袖德纳罗终于在西西里首都巴勒莫的一家私人诊所被捕。此前，警方发现他在那里接受癌症治疗。在听说德纳罗被抓捕的消息后，一名巴勒莫居民喜极而泣。根据意大利宪兵发布的视频显示，当地人热烈鼓掌并与警察握手，一名男子流下了喜悦的眼泪，而另一名当地居民则大喊干得好。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在巴勒莫私人医院前的街道上拥抱，共同庆祝此次成功的抓捕行动。